等一下，你先准备好了，我要夹了。妈妈，换妈妈要夹。哎呦，肚皮啊爬上来了，小只的爬上来了，我要夹。妈妈要夹大只的喂黄艾。黄艾已经蠢蠢欲动了。你借我过一下，我要夹一只。你夹不动。小只的爬上快。哎呦，夹到大只，然后小只也跟着起来，昏倒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我看让黄艾自己进来吃才比较快，因为黄艾一直想要蠢蠢欲动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黄艾给你吃。你要夹紧哦。黄艾嘞？黄艾要不要吃？有没有闻到杜比亚的香味？还是你要自己猎食？黄艾来给你吃。黄艾这里。它是不是因为它不会动啊？我放在这里让它自己找吗？黄艾来，我现在如果他找不到，哎呦，找不到就再夹起来啊！黄艾来，杜比亚在这里，这里这里，黄艾，杜比亚在这里，翻肚的杜比亚，有没有看到？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哈！黄艾来，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录影啊？有啊，你根本没有照到。我有啊。好，来，黄艾这里，黄艾他在装死，你快点动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，他到底是在装死还是怎样哈？为什么他翻了就？哎、欸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他在动了。有没有？他看到他在动了。没有，现在肚皮又不动。不动了，因为他卡住了。对啊，我动一下。不是，他卡在这个木头。黄艾，赶快追！肚皮在动了。哦耶！马上吞下去。哎、马上不见了。他吞下去了啊！在他嘴里。我刚刚都还没开到。在他嘴里呀、啊。哎呦！没了。